李燦森今年二月涉嫌醉驾被捕，酒精呼气测试超标近两倍。阿 Sam 早前已经承认咗控罪，今日佢就被法庭宣判要履行120小时嘅社会服务令，停牌一年，以及自费参加驾驶改进课程。你觉得嗰个判决咧？你觉得系即系合唔合理啊？觉得自己？我会跟足翻佢嘅指示去做啦。覺得合唔合理啊？咁啊，錯係要認加有幾年，所以我一定要配合。咁判決之前有冇壓力啊？呢幾日有冇壓力啊？即係緊張。緊張。大家冇擔心啊？會唔會考慮？冇乜特別嘅措施。會唔會考慮戒酒啊？聲。都冇飲噶啦，其實而家都。通知我太太未？未通知。而家算唔算輸咗一口氣？都仲有一啲嘢要跟住落去配合。暫時處理好屋企啲嘢，同埋呢度搞啲新嘢。好啦，多謝大家冇嘢補充啦。好嘅，再見。